原来是这个虾米。看到意境啊，可是你看文字，你会想要知道他在写字。哇，你看多帅！看字你会想要知道他到底写什么，可是看那些看不懂。不用啊，他把他，我还是看不懂。他写的像画一样，你可能忽然一听开窍就知道了，恍然大悟。哇塞，他在骂你脏话哎、欸！可能看到死掉之后就会恍然大悟。